咋样啊？就热烈欢迎啊！哎呀，你看看他这个样的，不是咋样啊？就热烈欢迎啊？没有意思，没人欢迎就是不下车，瞧不起谁呢？没人欢迎能下车吗？哎，你杆子呢？装上吧。把大杆子管老劲了。这不是。哎，那拔解了吗？这框了没有？就被框了，搁底下那个。你赶紧把框拿出来。兔子草，一袋。蘑菇。嗯，行，比那天多。你怎么知道？比咱去那天多。你怎么知道？哎、我猜的。瞧不起谁呢？瞧不起谁呢？晚上包鱼黄馍饺子。我听不见。没少干呢，这。瞧不起谁呢？哎呦！晚上去卖鱼黄馍吧，别包饺子了。瞧不起谁呢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这包饺子得吃多少天？嗯呢。没了吗？可能吗？小馍不好还给扣上。哎呦！我的天哪！有精品呢还。对，还有个精品呢。哎呦，这小磨牙子，这小磨牙真好啊！待会儿啊，我说你妈，我说留着吧。我说坚决不留，我打。全嘎。这可以，这不能留了，再留就废了。啊，万一我再琢磨明天不去了呢？那你也这为这一兜单独去趟也不合适啊。这一兜啊。还有牙子呢，是吗？你一会儿分呢？对呀，分袋啊！一会儿我们要出发卖去，装袋不得卖去吗？嗯，行。往里拎吧，环境局往那屋里拎啊。拎吧，他不拎咋整啊？不能扔这儿啊！好冷。哥，你给我姐支个店，让她来卖蘑菇，晚上我给她买好吃的。那就给她整。开多少地方？发现的没发现的全开，是吗？干啥呢？现在那个卖蘑菇，买好吃的，卖了买好吃的。你得先说买好吃的，再说卖蘑菇。啊，你不给人好处，人怎么给你卖蘑菇？反正都有嘛。嗯，今天还像那天似的呗。对呀。哦。卖完下饭店。嗯，卖完下饭店呗。对，看看这小鸭子，挺好看。哎呀妈！呀，带设备来的，不是大姐就三分钟的道，你至于吗？人懒到极致。哎呀，那是无比的开心。快，整完了。给你包鱼黄馍饺子去。啊，我们这些都包。啊，够不下的面子。够了努力咱们啊，下午去。下午去努力卖。你这些是干啥的啊？那些等着分呢，还没兜一兜分。等着分，拿个盆呢，还没称啊。拿个盆呢。咱独装啊。对呀。哎呀，真利索呀，利索人。今儿干啊。哎，你们整的挺快啊。行。这片大是内壳，你忘了。你看你那个树王那个剪刀呢，你要剪六七。哎，看看今天能出多少货吧。啊，铁子今天能出多少货全靠你了。为什么全靠我？靠你不行吧？不行，你这么厉害个人儿，我是不行了，就靠你。嘿，这玩意儿还有啥情况？一筐一盆，还有一个筐，还有一个筐啊。嗯，去吧。今天晚吃什么全都靠你们了。嗯，是喝汤还是吃饺子取决于你们。怎么的，我们分道扬镳还是怎么的？分道扬镳。你去哪儿啊？我上小区。你上小区逛去啊。给你个伞。不要，你不有个伞吗？刚才不拿了一个吗？你看我姐是正经卖鱼黄馍的，正经卖东西的人。我都不能收现金，我都没零钱。我们车里有。没事，你收现金我们找。那你这不行，不有我们，俺们都五个出去了，五个吧。啊，五个。啊，我送俩，然后那个什么。都到了，没写。
不是，我姑姑和姑父采的。对，他们采完了挺累的嘛。谢谢啊，回家给水泡一下，那个泡一下筒子。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我们又走两袋，我们又需要我给送吗？那这送货上门，服务绝对必须到位啊！来，你收的彩票店。行，没事，喜欢哪个来哪个。收纸吧，等一下还是没的。好，好，慢走啊！谢谢啊，开始。呀，我这不俩人又推两个？是的呀。那我人家都说了，卤蛋去干活吧，赚钱吧。那我走了，我不在这。你不要在这耽误我们生意。我在这太耽误你们生意了，我走了。再见。Hello 啊。看新爷在这跟我卖蘑菇呢。你这也不行啊，你这不出数啊。我姐剩一袋了，我给你拿过去几袋。七八，那你就拿过去几袋呗。啊、哦，你这还剩这么多啊？你不干活，你过来聊天了你？不干活，家卖不卖蘑菇？快，我证明一下。不会。哎，你买两兜不行？我不买。我不买。我卖了七八份了。我姐那块剩一兜了。是吧？嗯。我光送就送了两回了。啊？我光送就送了两回了。送货呀、啊，人送。卖鱼黄河来，哎呀，来，上货。进货了，进货呢。我妈那也不行啊，不出活呀、啊，这玩意整。赶不上你。这都啥价格的？都15的。啊、哦，我10块一个没拿。哎呀，蛋蛋不错呀。不是大姐，我让你给我拿鱼黄河了。我拿了两兜来呀、啊，你妈那里还有三兜，然后我就拎了两兜走，拎了两兜在半路上被人家给劫了。卖了，我还等着你那两兜给我充数呢。你不错呀，我走的时候6兜，还剩了2兜，卖了4兜。对啊，真棒，太厉害了。你谁说我们卤蛋不会卖货？我像样。我寻思你妈那里还有3兜，我问一下他，他不行的话，让他拎过来给你卖。这少了不好看，然后你就直接让他拎过来也行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关键我手机也没电了，我怕一会儿那什么收不到款。好嘞。哎呀，胜利归来呀。哎呀，都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，战绩不错呀，今天。还看见蘑菇了吗？没有。战绩不错啊，今天。那必须的。你姐厉害，再不再厉害。老棒了。咱明天去啊。啊？明天去啊？你卖完了，你今天不能去啊？还不知道卖多少钱，没数数呢。啊，行。家的相处方式，你能不能找个东西都是干啥？你那玩意你少我少，那你还没扒你肩头上。你哪次你说你是薅完草根子还是菜根子，掉头就走，不带逗他的。哎呀妈呀，对家咱家都是你收拾的啊，地也是都是你拖的啊，那被子也都是你洗的，你换的，你铺的。今中午刚铺，你别睡啊。那个玩意儿，那、哦、你铺完了还不让爷爷干，那你铺我那边干啥？那人上西屋睡去。那你咋不去呢？我铺的呀。那你凭啥铺我那边啊？我铺的全是我铺的，我睡有干。那不是你还是想跟我睡吗？我咋还想跟你睡？烦你，这破招烦你这个人。烦我人多了，算老几？哎，老几老几。哎呀，好了。看不看见？我们家所有的相处模式都是这样的，包括狗在内。